未来是什么样子，不在于一个人拥有的力量，而在于他所做出的选择。能够守护我所关心的人，蜀山重振，七杀派也改邪归正，一切都不如正途。我想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好多了，这几日醒来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那就好。其实师兄，你大可以跟我回长留，一来呢也方便给小谷疗伤，二来毕竟也是你的家呀。我曾经为了长留要把他给杀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东西，你大可不必再为此耿耿于怀下去。不过看到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我真的放心了。你可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你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六亲不认，太可怕了。哪怕是现在，我也觉得我自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，随时都可能断掉。我现在只希望时时刻刻能够抱着小谷，不要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万一他有什么差错的话，没事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长留现在怎么样了？师兄不在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你不要担心我，而且也不用因为师兄内疚难过。师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花千骨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。当然他这么做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一个人，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，一直想弥补些什么吧。朱然怎么样了？戒律阁判他面壁30年，他欣然接受了。现在他一直在长留后山石塔中静思己过。你呢？接下来你又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等小谷的伤好些之后带他到处走走。以前我是为长留而活，现在我只想为他而活。你和他还是打算以师徒的身份相处吗？既然千古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们不妨……我不知道，只是目前来说我们以这样的身份最为合适。只要他还爱着我，不管他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为他做。师兄，你变了。在这个时刻变或不变都已经无所谓了。
我心系长流，心系天下，心系众生，可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。我不负长流，不负天下，也不负众生，可是到最后我始终是负了他，也负了我自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千古终有一天会恢复记忆的，到那时你又打算如何呢？过一日是一日吧，我现在只希望小谷每天可以像往常一样做一顿家常的饭给我吃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小不点，你在哪儿？你又跑到白子画身边去了是不是？不要委屈了自己，等着姐姐，姐姐一定会回来陪你的。用你的手解我的锁，跌入这温柔漩涡，千丈风波，万般蹉跎，情谊都不曾变过，一世牵绊，一念成火，还执意一错再错，一瞬之间，一生厮守，粉碎承诺，爱上你爱上了错。师父，这里好美啊，这是哪儿啊？喜欢吗？喜欢。这里有名字吗？你替他取吧。要不叫画古风吧。好啊。因为爱上你，我便没了我，让一切都随风散落，不是不可说。师父，为什么这个铃铛上面有那么多裂痕啊？被一个笨蛋不小心弄碎了。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因为爱上你，我才成了我，共你沉默。怎么了？